你为啥不好好吃罐头呢？为啥不好好吃罐头？为啥不好好吃罐头？为啥不好好吃罐头？你说你爱吃啥？罐头你也不好好吃。哥哥吃罐头，给你吃个猫条条，行吧？你不吃罐头，吃猫条条。不吃罐头，要好好吃猫条条。要不然你看你受了多大委屈似的，从来都不好好吃罐头，各种口味的你都不吃。猫条条又少，猫条条连一个都吃不完。来，还有，你看，连一个都吃不完，还有呢。月月，一个猫条条就这一点你都吃不完，快点，吃完，你快点。月月最乖了，来，吃完。月月最乖了。月月，快点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每次吃零食都要我这么劝你吗？给，快点！快点！零食我还害你啊？啊？还躲起来？我害你啊？啊？我是喂你吃药了吗？还是怎么了？叫你吃个零食吗？咋就这么难了？啊？每次不好好吃，要好好吃长身体嘛，长得胖胖的嘛。吃零食不好好吃。还躲，躲啥嘞？给你好吃的你还不吃？我上班去了啊，来，上班去了，乖。乖，我上班去了啊。不吃零食你就好好在家吃猫粮，听到没有？拜拜，吃罐头，我走了啊，听到没有？吃罐头就不理我了。